然后就是你知道，可能喝多，然后我就往前倒一下，然后就直接炸鼻子。哎呦，你怎么脸上都血？我说我怎么了？瘦子庆功宴太嗨，撞伤鼻梁手现身，还原见血当下正在尿尿。非常那张专辑，对，其实也还没有超过一年啊，所以我觉得先休息一下吧，过年啊，陪家人啊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花点钱，因为前面都太认真赚钱了，对，可以花点钱。对，对对对对，我在尿尿，你知道，我上厕所，然后就是你知道，可能喝多，然后就往前倒一下，然后就直接炸鼻子。哎呦，你怎么脸上都是血？我说我怎么了？但是没事啊，当下其实是没什么感觉，就是后来昨天早上起来才发现这件事情。对，很尽兴啊，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啊，对，庆功宴吧。我知道昨天柯震东也受伤了。嗯，他怎么了？他好像是拍摄，然后有一些医生发了一些关怀，但他下午是有一点点康复。真的假的？哇，就是早日康复，这个真的，哇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对吧？哇。那蛮可怕的，有我有关心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，我就有吓到，好，因为过阵子我们就要开始做宣传，如果伤口还没好的话，我自己认为如果包起来出席应该是蛮帅的。